好球！然后这时的机会，肖雨仪打门，好球！93分钟，漂亮！反超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进球，漂亮！上回55分钟的时间，在第三分钟射后攻击反超了。随时间行步的游走变化，看说球进了，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澳大利亚，中国队获得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的冠军。有要一场清晰的梦，就是有叠加的梦，当昨日光闪烁，有逐渐映照着风，描绘过平行时空，藏着约定漂浮着，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。哎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即使是冲他们也能够把他们冲垮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团队，然后呢，就是目标就是想来夺冠的，我们也有这个信心，